族人拉起白布条抗议乡公所违法施工。台东太麻里乡通往金针山道路正在拓宽，但这项工程却引起当地族人反弹，认为乡公所没有通知地主就开挖，严重影响地主权益。我们乡公所在规划这条路的时候，他没有经过我们地主的同意，没有经过我们地主哈开一个协调会，心很痛呢。这样子，你看一个山上好好的啊，这个竹子有在整理呢，啊，把我用这样子，他也没有经过我的同意，也没有一个什么那个什么通知单，什么都没有。那个就动啊，什么违章的都没有啊，下落不明啊。族人们气愤表示，金针山全部都是原保地，乡公所未通知就开挖，不止对当地族人相当不尊重，施工过程更造成了严重农损。而乡公所则回应，与地主联系困难，但是愿意配合地主意见来改善。毕竟这个长度到全长到五公里，可能有一些地主是我们没有通知到的，这可能是我们乡公所的疏失。只要是可能，都会配合地主，无论是边坡的修改的宽度。而且有的是留道路的缺口，这部分只要地主提出来，我想公所会尽量的来配合办理。拓宽道路这件事，我们是没有意见呐，也是看也是因为是为了地方上的需求嘛。可是尊重，什么叫尊重？就是尊重我们地主和祖先，还有我们本人，好，我们一定要尊重。未获同意就私自动工，族人要求乡公所立即停止拓宽工程，尽速召开说明会，向所有地主说明清楚。原视新闻不一样，台东太麻里采访报道。